的要去一个叫做 Sport Arena 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会玩各种小设施。对。好了，我现在滑下去了，可是我有点害怕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喜欢看的电视节目 Fireplace， 对，大家早安，现在要去看日出，太阳照在马特洪峰。Good morning. 今天要上马特洪峰，午餐就要买一些小粮食。现在要去吃早餐了。耶！火车票。我们现在要在雪中健行。
碰到困难了。好荒谬哎，在干嘛？无小峰爆开。要去吃晚餐，我们今天还是住在策马特。Yes， 我们到了。我们今天吃的是羊排餐。Okay. 这个羊排超级好吃哦。我们现在要去看夜景。怎么会揭开？我们现在吃完早餐准备要离开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黄金红枫。我们现在要坐冰河列车去琉森，世界上最慢的快车，有4个小时，但它全程其实有8个小时。这台车就是粉黄的，有那么大一片的玻璃，然后上面也是玻璃线。嗨，哇 ，Hello。我们现在在的是琉森的旧城区，准备在城市里面逛逛。面具都超级可怕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悲伤的尸体。我们现在要去饭店 check in 了。Thank you. And... Give me a minute.